能送给无能的人，有人认为那是慈善。光顾了，想找最好的东西，那你就来对地方了，你一定能找到想要的东西。Thank you.
迎光临。徒弟是不会骗人的。你就别担心那些农作物了。欢迎光临。你就别担心那些农作物了。走好，今天的阳光真是暖和呀。要向朕报告的是你吗？刚才听克林德说，先知被劫走了。黑骑士竟然把运兵的飞空艇给击沉了。将军，陛下，道格拉斯将军出发去扫荡黑暗山脉附近的魔物了。
那样啊，那尽快让他回来吧。这竟然让我们年幼的国王陛下操心，真是让人头疼的家伙。作为皇家的一员，我感到很悲痛。不管怎么样，也要查到黑骑士的行踪，才能确保先知的人身安全。马上集结兵力吗，陛下？我觉得叔父的话很正确。但是，道格拉斯将军，为了抵挡魔物入侵，你身心疲惫，还有剩余兵力吗？殿下，剩余兵力还有的是吧？不是还有什么自称是高贵守护者的神殿骑士团吗？好了，卡拉安小姐，别这么说嘛。这次展示一下魔法师的力量怎么样？如果集结阁下的魔法师进行支援，国王陛下不也会放心吗？那是当然，我们魔法师可不是那些光嘴上功夫厉害的牧师，但是不能把我的孩子们交给鲁莽的道格拉斯将军和讨厌的主教。如果有准确的情报还行，可是谁知道黑暗骑士在大陆的哪个角落呢？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那个小屁孩冒险家。这，卡拉安小姐，难道就不能出动魔法师吗？我只是不能信任像狐狸一样狡猾的主教。如果想动用我们魔法师，就给我全部权力，让身为宫廷魔法师的我听从主教或将军的命令，实在有失身份。那个，不要吵架，卡拉安。教团派出了最强的骑士团，却没有带回先知，我也感到万分痛苦。派往魔法山脊和凯德拉的神殿骑士团都还没回来，实在无法提供兵力。教皇也不在，我一个人也没法做决定。哼，就会说好听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给指挥权，就别想得到魔法师的帮助。这个，真难办呐。道格拉斯将军也因为任务无暇抽身，这事儿也不能操之过急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国王陛下。我同意叔父的意见。你回去休息吧。过来，我们都是女神的孩子。我好像嗅到了龙之追随者的味道。最近神圣天堂多了不少流浪者。我好像嗅到了龙之追随者的味道。原来是你呀。
向神圣天堂了吗？要小心，别迷路了。宫殿上面和其他店铺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相当高级。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宝物了。师尊真是太糟糕了。啊，你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冒险家吗？你有话要和我说吗？我允许你明天来找我。你要经常来找我。我允许你明天来找我。找我。
气真好，很适合飞行。请您走好。
将至，你最好有话快说。再见。欢迎光临，我叫戴卡德，绰号小黄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
看起来精神不错呀，孩子，武器要永远保持锋利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再见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精神不错呀，孩子，在大陆恢复和平之前，不要放下你的武器。
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。Thank you.
久不见了，杰兰特。贝兹科德，让我们了结一下50年前的恩怨吧。干嘛这么着急嘛？连个老朋友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吗？站住，贝兹科德！伤着自己哦。
听到了很多有关你的事情，我好像还能听到那天的大海啸。人类吃那么点东西要怎么活下去啊，真是让人不解。你还好吧？即使我不能在你身边，也会为你加油打气的。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传闻。英雄长得很普通嘛。
欢迎光临，未来掌握在你们年轻人的手中。有机会的话，请到我家来谈谈哲学的话题。不，请过来。先退下去吧。我允许你明天来找我。在这里喧哗，你没有想过加入军队吗？随时会失去生命的考验，可以让你变得更强。和防具是无法战胜龙的。
什么事吗？Thank you.
还是这副傻样。好，我再听。你为什么不在维尔顿哈鲁就把那家伙给杀了？以你的实力，这不成问题啊。是他躲着我，不肯跟我打。应该马上还会再见到的。什么？你这个笨蛋！那家伙手上有古代人，你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古代人，结果他还是想获得那股力量吗？太贪心了，贝斯科德。你马上去把古代人找回来。要是再耽搁下去，估计又会见到那些凡人的魔物。知道了。你已经忘了我的样子了吗？在自说自话。生命都拥有同样的价值。不要在这里喧哗，国王一直很懦弱，我很担心。没有想过加入军队吗？国王一直很懦弱，我很担心。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传闻。国王一直很懦弱，我很担心。快对国王表示敬意。换一个世界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有什么事吗？那种人怎么进来的？有什么事吗？快退下！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请留好。Thank you.
要注意，别伤着自己了。具是无法战胜龙的。如果你需要文章，可以随时来这里制作。糖吃，可是忘了。你好，时候，这里的仓库都很安全。
冒险家工会永远欢迎你们这些年轻人。冒险家工会永远欢迎你们这些年轻人。我好像还能听到那天的呐喊声。
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无聊呢。有什么事吗，小孩？把你当小孩，你就生气了？不要在这里喧哗，国王好像很高兴你到这里来。国王好像很高兴你到这里来。英雄长得很普通嘛。这里是历史悠久的神圣仙草物品保管所。
不管什么时候，这里的仓库都很安全。
把古丹人后裔救回来。你回去吧。真是的，那家伙到底去哪儿了？